骨鸡翅。葫芦，
今天吃点啥呢？打卤面。哪有卤啊？清水面条子是吧？把卤给我。没有卤，哎，快点的。来吧，香菇肉卤。好了，吃吧。卤挺贵的。快点的，卤都不要钱。不要钱是不是？给你来碗卤尝尝咸淡。嗯。啊，太好吃了。啊，香菇肉卤，YYDS。太丝滑啊，我再给你煮一盆面条子去。糟鱼。